何训练狗狗定点大小便这个课程，希望广大的粉丝们一定要耐心等待，我们预计在30号或者是1号会更新上传给大家的，请大家耐心等待，谢谢大家，我真的是太累了，刚刚回来。其实这个不好，实在不开门，让他进去拉出去好了。所以这个不能录，这个录和录解释视频啊，他是不能录的。